贝勒虎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。我宣布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。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，大火，大火正在燃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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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林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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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救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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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，第五。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呜！他们到底在哪儿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哦，救命啊！别害怕，我们来啦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。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边。开启雷达，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。抬起水泡，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。哦，安全了！哦，安全了！哦，安全了！我们得救了！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快来订阅我们吧。